站住！别疼，让我试试。不行，你都给我烧焦了。哎呀，你那么多头发呢，让我再玩一会儿。奶奶，拦住他！好，啊，站住！大孙子，快来，我抓住他了。奶奶，大娘，不要！小姨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小姨，帮帮我，我不想让自己的头发烧焦。哎呀，他小姨，这可不是什么坏事，这是在培养小孩子的动手能力呢。我大孙子是在给果果做发型呢。就是，我还不收费呢。哼，那我今天也给你们两个做个免费的发型。哎，和我没关系，你还是给大牛做头发吧。不要啊，我不要你的保险套。软了。这不挺好看的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我也觉得挺好看，大家觉得呢？我跟你说，过了我就揍你们。